去整片天空，发现有翅膀能够挥动，我可以去的地方有好多。谁说我很脆弱，就偏要不低头，我是一只你不要小看我。谁说我像烟火，就要美得不陨落，有那么一点多心，所以最懂得才心预感和心。有事吗？我觉得咱们需要谈谈。王总，你也看到了，最近项目挺忙的。如果没事，我先走。事情更严重了。怎么了？你不要说话呀。海莲，你知道 Daisy 是谁吗？ Daisy 啊，市场部那个。Daisy 是我。奇怪，他每次见到你都阴阳怪气的。我好像是第三者。什么意思嘛？他们俩在几年前就已经离婚了，而且 Daisy 在进 DB 公司之前是和原来的美国老板在一起的。他跟谁在一起，我不想管，也不想过问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不过我现在有证据。
请过目。不错，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。你发给帕米拉，一会儿我们开会讨论一下。好的。哎，阿拉，最近气色不太好，是不是不太舒服？还好，就是昨天没睡好。熬夜是最伤身体的，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。谢谢，不用了，你把手头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。SOP 马上就要完成了，到时候要跟各部门的人协调。又有一场硬仗要打呀。又怎么了？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呢？女强人是这么的有魅力。你把贫嘴的时间放在工作上，你很快就能成为青年才俊了。哎呀，工作嘛，不用这么紧张吧？绳筋绷得太紧是要断的，是不是？你想负责办公室的娱乐项目，我没有意见，但是前提是要把工作先做好。Yes, madam。好啦，还有什么需要我忙的吗？没有的话，一块走吧。没什么了，哦，跟你说的那几个问题要改过来。你先下班了，我还要核对几个数据。好吧，拜拜。拜拜。饿着肚子加班会没有灵感的。你这算贿赂老板吗？我是代表人力资源部的所有员工向你表示一下慰问之情。收到了，那没什么事儿，你先去忙吧。你不是让我负责办公室娱乐项目吗？这样，我想发起一个课间十分钟活动。科学研究表明，人的大脑在连续工作20分钟以后就会进入疲劳状态，再往下就是硬撑了，没有效率的。来吧，休息10分钟吧，把沙拉吃完我就走。啊，对了，科学研究还表明，情绪低落的时候吃一颗巧克力有助于提升内分肽，还可以治疗失恋呢。你说谁失恋了？哎呀，我就是打个比方，看把你紧张的。那我悄悄地把它放在这里，没有人的时候，你把它偷偷地吃掉。那那那那那那，笑了笑了，笑了就好了。我的任务完成了，走了。你又在加班了。SOP 呢，明天就能交给你了。Excellent. You have a moment now? It'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we've just sat in my office to chat. Come on, let's have a cup of coffee. 宝宝睡了。他刚刚做完奶就睡下了。来，先吃饭，我给你熬了乌鸡汤。谢谢啊，妈。哎呀，哎，你先喝碗汤啊，红明大黄马上就回来了。哎呀，这段时间真是辛苦您了。哎呀，你给我们李家生了大孙子，我伺候月子还不是应该的吗？妈，其实我没有那么娇贵，有什么事儿我可以帮着您干的。哎，别啊，你一会儿流产一会儿早产的，把我们吓都吓死了。你还是专门伺候宝宝吧，啊！妈，红红，妈回来了。哎呀！来来来，快吃饭。哟，今天什么好日子？您还做了拿手的清蒸桂鱼。哎呀，你在外面那么辛苦，难得回家吃饭，我还不得做点好吃的给你吃吃。夏红也喜欢吃桂鱼，待会儿你多吃点啊。嗯。啊。红明啊，你工作挺辛苦的，又供房子又养家，多不容易呀。夏红，我今天已经给他熬了乌鸡汤了。是啊，红明，你爱吃鱼，你多吃点。我最近那么忙，都没有空陪你们母子俩。你多调养调养啊。
夏红这粮食局的工作不挣钱，价倒是挺多的哈。做老婆的就得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，体谅他的辛苦，这才行。什么时候回广州啊？没听他提过啊。他还得照顾你跟宝宝呢，估计暂时不会走吧。怎么？我妈她也想来照顾我。这个你让我跟我妈怎么说啊？吃妈做的饭吗？还是让妈照顾你和宝宝，我比较放心。嗯。SOP 的初稿已经完成，我现在就给哈维送过去。只做了两份。我想等你和哈维确定之后再发给其他部门。哦，再带两份吧。给销售部、市场部送去，争取一下他们的意见。也好，省得他们又来找麻烦。混账！您好，我是人事行政经理杜拉拉，我现在不在座位，有事情留言。总，你找拉拉啊？他们都走了。今天我们部门去 KTV 庆功，他们去占位子了。王总，有些话我知道我不应该说，可是我和拉拉是很好的朋友，我不希望看到他难过。他都跟你说了。他虽然一直都忍着，他心里很难过。是他都不肯见我。那是因为他还在气头上嘛，你也知道他以前被骗过。我不是说你骗他，我是说他其实最难过的是你一直瞒着他。我知道一切都是我不好。你光说你不好有什么用啊？你得告诉他，告诉他你不是有意的，告诉他你爱他。那你有没有告诉过拉拉你爱他？怪不得他那么没有安全感了。男人耍酷也不能这个样子的，你们再这样拖下去啊，他心都凉了，到时候什么都白费了。拉拉多好啊，乐观、善良、热情，对朋友也好，而且啊，工作也很有上进心。那么好的姑娘哪儿找啊？谢谢你，海伦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你们好好玩啊。首歌就走，太重色轻友了，怎么就把我给扔下来了呢？
是的，都没唱够，都没尽兴，怎么走了呢？喂，哎，天骄啊，怎么了？哎，你买到票了？好，那我马上过来。好，拜拜。莫多找你，去吧去吧，重色轻友的家伙。谁重色轻友啊？来，啊，重色轻友的家伙。行了，我跟他顺路，我送他，去吧。你说的，把他安全送到家。知道了，你负责。差不多了，不早了，送你回去吧，好不好？啊，怎么呀？回家了，回家了。推荐信在桌上，你自己看吧。你真的要我走？你现在的情况跟原来不一样。以你现在的工作经验，加上我的推荐，应该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。我还会请猎头帮忙的。你真的为了他要把我从你的生活里赶出去吗？当初让你进DB就是一个错误。当初你就知道，但是你还是愿意帮我。你能说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我吗？戴斯，你已经把我逼到墙角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当初去找拉拉的时候，你没想过会有今天吗？你可以说我卑鄙，说我设计害你，随你怎么说。可我知道你根本忘不了我，你一直在想着我的，是不是？就算我真的离开又怎样？他会回来吗？你一直说他单纯，心地善良。他能原谅你吗？他能理解你吗？黛西，算是帮我一个忙，走吧，行吗？我不走。喂，差不多了，别喝了。哎呀，就别喝了，差不多了，送你回家吧，啊。我说了，我现在不想回去，我只想喝酒。哎，没事吧？是你说打错了，我不是你那个什么，你想找的那个，就算我和他同名同姓又如何，都选你打错了，我要欺骗你干什么？你们多久没见，连我和他的声音你都不认得。
需要的话，你先走吧，不用再来陪我。这个样子我怎么放心？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不是小女孩。都说你答错了，我不是你那个什么，你想找的那个，就算我和他同名同姓又如何？都说你答错了，我要欺骗你干什么？我是曾经犯过错，但我也明白了很多。幸福不是别人给的，要靠自己去争取。我只是在争取属于我的幸福，我有什么错？那不是幸福，那是一厢情愿。没错，我承认，我曾经迷惑过，我也有可能伤害到你。但是对于拉拉，我从来没有想骗过她。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原谅我，但是我都会去试一试。也许拉拉没有你了解过去的我。可是我愿意跟他一起去创造一个新的我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你这么说只是想惩罚我，是不是 ？Daisy， 你让我跟你说多少遍，你才能明白呢？温伟，我不要离开你，我不会走的，我不会走的。Daisy。Daisy， 你怎么了？大夫，他这是怎么了？病人过去有宫外孕手术持续的后遗症，所以呢，情绪激动会突发眩晕。那个手术已经过去很多年了，怎么还会有后遗症？这个。可能是因为病人最近过于劳累造成的吧。不过你放心，你太太目前没有生命危险，你小心一点，不要让她再复发了。谢谢。好，那我先去了。哎，再见。
Helen， 怎么了？看着不高兴啊？哎呀，学乖了，木头都能看出我不高兴了。你别再叫我木头了。说你木头吧，可乐都会打，给我吧，给我吧。我也不知道，刚才跑了一下。以后就叫你木头人。哎，行了，那你说吧，怎么了？上班累了吧？哎，不是，拉拉和她男朋友吵架了。吵架那道个歉不得了吗？没那么简单，她男朋友骗她，事情可大条了。那就不对了。哎，我看书上说啊，两个人相处最重要的就是真诚。真是个书呆子。哎，给你啊，木头啊，以后你可不能骗我啊。当然不会了。要是有别的女人出现，你得告诉我。我哪会有别的女人啊？这还差不多。我跟你说，自从有了你啊，我别的女人我看都不看的。那倒不用，你不去看别的女人，怎么对比出我好呀？也是啊。你怎么来那么晚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一直在开会，这老板一直拖着不让放人啊。这死老板，我炒他鱿鱼，好吧？天之爆米花。怎么了？你朋友啊？没事，坐，我们看电影，走吧。报告你看了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很有问题。不过老板要问问你，关于关闭那两个办事处，你是怎么筛选出来的？上次您也提了建议，评选标准参考了销售部提供的数据。有问题吗？是，标准我们是参与了意见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你关闭的那两个办事处只是去年业绩不好，之前都非常好，而且在我们明年重点发展的项目里。不好意思啊，常总，希望你能理解我们，我们也是按规矩办事，况且我们也没有决定权。如果你有任何异议，请找哈维。好，那咱们就哈维那见。好，哈维那见。总裁办的人打来电话，问你商会聚会的事情，怎么回事？哦，他们昨天是打过电话过来，你不在，然后我看你上午都挺忙的，还没来得及跟你说。这样啊，我们跟高尔夫会所那边有合作，可以打七折。Maggie， 你给我把电话发给他。哎，拉拉，我听说他们这次想换场地，要不然我去其他地方看看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关闭办事处的项目，这类活动就别耽误太多的精力了，按常规办吧。哦。来，你的。谢谢。哎，Helen，怎么样？没事了吧？头还疼吗？好多了，可能昨天喝太多了。你喝多的样子还挺可爱的。我做什么了？你是说在大马路上还是在 KTV？ 不是吧，什么意思啊？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啊，对了，最近有一场话剧还不错，观摩一下。那就都送给我了，谢谢啊。可以，没问题，就算是答谢你昨天请我们唱歌嘛。你不要以为送了两张话剧票，
你做错事儿，我就不骂你了，照骂。对对对，骂骂，该骂还得骂。那为了防止你骂我，我现在就去努力的工作了。来，来。兰兰，周亮最近对你可是真够殷勤的，你得提高警惕。他的试用期快到了，想博点同情分吧。我昨天在电影院看到他了，不过他没看到我。是吗？他昨天晚上送我回去的时候接了个电话。哎，我昨天看到他和一个女孩在一块儿，我估计肯定是他女朋友。他说老板不放他，很烦之类的话，典型的两面派啊。小孩嘛，爱说什么说什么。你对他没有意思就好，可别让他趁虚而入了。说什么呢你，海兰？对了，我昨天看到王伟了，好像憔悴了不少。别提他，我一会儿还要跟他 PK 呢。你怎么那么狠心啊？哦，有件事儿。我现在要提醒你，总裁办那儿正在传你的绯闻呢。传我的绯闻？什么？他们说 Howard 喜欢单独找你谈心，尤其是在下班以后。他们还说你有今天的位置是因为靠搞定老板。真是闲的人闲死，忙的人忙死，他们就没别的事儿干了吗？他们嘛，你也知道的，就是一群八卦制造者。我人言可畏啊，还得稍微注意点。懒得理他们，我去开会了。王总，你找我。说完我就走，不走了。对，是这样。你们的这个报告，我看，你们计划关闭的这个办事处，是属于东南地区我们下阶段主力发展的区。尚永娟，也是因为这件事找过我。那你们有解决的方案吗？SOP 是各部门通过的，如果有异议，请直接找哈罗先生。那当然，我也不想太为难你。谢谢你的理解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兰兰。你就那么不想见我？知道我错了，你能听我说几句吗？你还想说什么呀？我和 Daisy 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因为我们之前，所以我们现在得有点像亲人，所以我不得不帮他。我没有不让你帮他呀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介意的是什么。那天我因为喝了点……走，我不找借口。兰兰，我是想说，我知道自己错了。你放心，下不为例，我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误。兰兰，过去的已经都过去了。我跟你说过，
我最害怕别人骗我，你欺骗了我，这件事情是改变不了。有时候欺骗不一定是恶意的，我知道，我也能理解，但是我真接受不了。如果我不能再相信你了，我还怎么跟你在一起？算了，好吗？这样也挺好的，不是吗？你现在的竞争 VP， 在办公室跟 HR 谈情说爱，他们这样，怎么还在啊？我以为你下班了呢。哦，我在忙个专案报告。什么专案报告？帕米拉说你要帮忙一起做的。现在行政部的报告都是你在做对吗？哎，没什么，就是一些表格什么的，反正我先学学嘛。你们不是在忙 SOP 吗？辛苦你了，明天再做吧，今天回去。你都这样讲了，那我明天再做吧。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喂，你好。嗯，对，就两个半，帕米拉的试用期都到了，但是我还需要做一些小调查。会尽快把他们的人事意见发给你。好的。我是拉拉，啊，没什么，有件事情想麻烦你。我记得你好像认识 TRT 公司的 HR 对吧？帮我查个人，叫帕米拉，行政部的。太慌张的拥抱，我们只剩一秒，世界崩溃成一座孤岛。
到。这里没有人，也没有时间，不用思考。再没有后路可走，或许就能天荒地老。明天的诺言，交给明天去实现。这爱的誓言，哪怕痛苦多过天。谁会比谁更胆小？我梦见了两个。